我们还是出去迎接吧，先生。 学生师从你多年了，还是第一次见你流眼泪。云长，你的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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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。 兄弟想死你了，二哥，想你呀、啊！二弟三弟，我也想你们呢。嗯，大哥，军师呢？为何不见孔明？他在府衙候着你呢。啊，快见军师！如无他的锦囊妙计，我险些陷于大难呢。快，军师，军师，大哥回来了。 军师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啊！定是你们气走了军师，尤其是易德你。 我不在时，你们竟让军师饱受屈辱，是也不是？我，嘿，大哥，我去把军师找回来。让开！啊，军师，军师！ 休要开船！他们追来了，不用理睬。船家，竭缆开船。哎，休要开船！船家，军师，军师，军师，你万万不能走啊！都是俺张飞鲁莽，开罪了你。 俺张飞在这里给你赔罪了，先生，关羽向先生请罪。孔明啊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这二位也都知罪了，回去吧。待回去以后再责罚他们，可好？军师。 俺张飞给你跪下赔罪了，二哥，你也过来呀、啊！这些都免了吧。我去意已决，此心有如这重剑的枯木。军师。 咱生来是不下跪，生来不叩头的，可是今天，在家跪都给你跪了，老大那个头都给你磕了，你还是不宽恕啊？你也太小心眼了吧！大哥，成啊！ 求是求不动你了，那莫怪我不客气了。二哥，咱们把军师架回城去。好，来，哎哎，一德，云长，你们放我下来！我已经挂了印，和你们毫无关系。你们这是劫道！云长，一德，休得无礼啊！放我下来，休得无礼。
你们两个站得像卫兵似的，难过不？哥啊，俺哥俩都把好酒好菜给他送来了，可他不吃啊。大哥，都一天了，军师还是不肯宽恕我们，你劝劝他。是啊，你们两个呀，自作自受，好好悔过吧。孔明啊，主公，孔明来。谢主公。孔明啊，他们两个确实知道错了，悔得不行了。主公啊，小小委屈与我根本不算什么。那你为何还要生气啊？不瞒你说，关于张飞这两个人脾气，需要好好整治一下。为何？他们都是统领万军的将军，肩负的责任重大。如果在临敌之际、生死关头，他们也要意气用事的话，那非败不可，会连累大军的。不错。尤其那张飞，性如烈火。贪杯好饮，还经常在大醉之中打马不响，确实需要好好整治。不对，主公啊，令我担忧的恰恰是关羽。他虽然不像张飞那样性烈如火，但他傲啊，普天之下四海之中，他独负主公一人，而小视天下其他英雄。甚至曹操、周瑜等人在他眼中皆为草芥。随着我们的壮大，关羽日后定当成为独挡一方的统帅，这性情就危险了。比如说周瑜，他才识不下于我，却为何屡屡败于我？性情。张飞、关羽为将可，为帅则必须虚怀若谷。坚韧不拔，千乘待世，还要像韩信那样受到胯下之辱，否则的话，早晚要吃苦头的。先生，你深知我两地的长短，比我看得还透。刘备深感敬佩，请受我一拜。哎，主公。二位将军，进来喝茶吧。多谢军师。军师，这茶太苦了，咱们还是改喝酒吧。不，喝茶。哎，好，喝茶，喝茶。云长，给军师敬茶。遵命。大都督，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我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刘备却成了漏网之鱼。现在诸葛亮还敢这么说，此人奸呐，毒啊，狠煞我也。都督，你千万不能动怒啊，否则就中了诸葛亮的奸计。他怎么说，就是想气坏你啊。
子明，你这话说对了。诸葛亮他就是想气我，他杀人不见血，送我这句话就是想气死我。他意在诛心呢。好，我不气了。既然我军已在巴陵布置妥当，大都督，你就下令吧。就算掉了我这颗头颅，我也要拿下荆州。不，为何？你出身贫寒，目不识丁，从军后只知在战场拼杀，不知使用心计谋略，为此吃了很多亏，被人记为无下阿蟒。后来你发愤图强，跟我学习兵法，所以你现在更应该懂得上兵伐谋的道理。属下愚钝。将者，贵在知敌虚实，而后避实而击虚。刘备被困在江东做女婿时，荆州是空虚的。关羽、张飞不服诸葛亮，那时你不去打他。现在刘备回去了，反倒要去打，这不是犯傻吗？都督，主公来看你来了。哎呀，赶紧收拾一下。主公，公瑾，拜见主公。公瑾，我听说你病重，特意叫上子敬一起前来看你。谢主公挂怀。你们看，我这不是泰然自若吗？无事。是啊，大都督心胸宽广，断不会为些许小事所扰，主公也可以放心了。主公，子敬，请上座。好。公瑾啊，刘备裹挟我妹逃至公安，据探报，诸葛亮和关张赵等人也都在公安，忙于扩军练兵。连日来，众将群情激愤，各营士气高昂，将军们都纷纷向我请战，说荆州空虚，想让我请你攻打荆州，你看如何？主公也知军心之所向了吗？其实主公攻取荆州之心，不下于公瑾与诸将。只是时机未到，还不能和刘备开战呢。那么，你们为何还来瞧我？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。哎，公瑾言重了。我和子敬前来，就是和你商量战和大计。主公，这些日子我也是痛定思痛，苦思冥想啊。我觉得欲成大事，不能意气相争，更无需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。我意，刘备不是占着荆州不撒手吗？那么就请主公向许昌上表，授刘备荆州牧。主公为何而笑？公瑾啊，实不相瞒，主公早有此意，
主公这次前来就是要和你商量此事啊，是吗？那么且让我誓言，主公用。